我是台南魏俊邦雕刻社魏介明，欢迎收看《宝岛歌仔顶》。生在水中，死在牛棚，看人生，看人死，看人戏花七头人。这句话是在描写早年在台湾人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草草。在过去的农业社会，每一个台湾人家里至少有一领草草。这草草啊，手扣啊，这个是要你喊的啊。变啦，啊变啦哈！是大人哦，就讲无咧用啊，啊起来在遮，装啊遮落过门的门顶就是过地啦，这起码是树口啊。哎，这嘛头壳嘛较钝，十三出世就是遮啦。咱的聚会是九十七，十岁就要做这個，等几十年无进来耶。虽然阿妈已经真久无做草球了。但是也会记得变草球的每一个动作。一领草织三点钟久，再织一阵，下昼织一阵啦。也还个芳根啊啥的，爱织五织三长啊。休困了爱缀羊毛丝芳根啊安尼。迄段辛苦的日子，虽然已经是半世纪以前的代志，但是即马想起来，就亲像才拄发生的同款。人家讲，早嫁唔通嫁贪礼装。你是织草，阿妹是咧芳根，阿兄除草破草荒，目屎都无汤。想怎变草草，需要查甫人日时甲暗时拢遮尼无闲。伫台湾也阁有倒位咧做草草，草草内面也藏有虾米款的故事。今仔日咱就做伙来听即挂台湾草草的故事。有一个卖菜咧讲吼，生在水中，死在牛棚，啊，看人生，看人死，看人戏花，佚佗人。啊，这个卖菜大家有约到无？啊，有啦，就是讲吼，草球啊啦吼。其实吼，你摕来用这个做草球啊，这个球草吼，就是生在这个水边，啊，叫人边做草球啊了后，就放伫个房间诶，啊，铺伫个床板顶外，互大家咧休困。所以讲，安尼是毋是就是咧看人生，看人死，看尽人生咧？今天要讲到草球啊，当然啦，咱要来欢迎到咱这特别来宾吼。这两位来宾呢，对草球啊拢真有研究啊，啊，佫真够制作哦。首先呢，咱来邀请到咱的赖阿端阿嬷。主持人你好，啊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赖阿端。啊，佮咱的文书工作者郑志雄老师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自细汉就咧做这草球啊，较早摊地就是咯，专织草球的，用的时阵就是草球的啦。哦，摊地，啊，所以讲阿妈你是树哪来摊地？哎，对对。哦，用过人艰苦，真大丁。嗯，啊，拢爱做。嗯，拢来咯啊！哦，我八九岁啊，我就爱做，我要死啊！是，爱扫涂骹啦，饲鸡啦，饲鸭啦，啊，饲猪啦，十二岁就爱学这芳根啊。胖子啊，咱家己要用就爱家己赚啦。是是是，啊，赚五十块，啊，就做，啊，都要改织球，头啊，织一领，织三工，一领织三工。嘿啊，啊，在你学，你大嫂伊未晓，我在你学尔。哦。哎呀，拢我爱创好，甲好好啊。是。哦。啊，尾就织，那学哪会晓啊？嗯。尾织两工，尾织三，一工织一领。厉害。安尼啦，啊，那学就较会晓啊。啊。啊，就是安织织嘞。那阵时，我是大人是巧，是，一领两块半，一日赚一块两角半，嗯，啊，我赚啦。树篮啊，这个所在咧做这草球啊，吼，咧编这草球，或者是讲织这草球啊，啊，甲大家咧做这草球啊，啊，甲有啥物相像啊，是讲有无同的所在啊？第一个无同，伊就是伊的品种无同。为啥会无同？咱会当用足简单的一个方式来看，就讲，伊的花，伊开的花就是无同，哦。这是较细长的啦，吼，较细长的诶，潭底咧用的迄个树草，是，吼，三角蔺伊的花开起来就是安尼，吼，云吹足大，哦，啊，伊这个花通常拢伫咧诶中秋过了后，吼，迄个较冷的迄个冬天才较开，大家笑伊用的叫做大甲蔺，嗯，伊开的花是
热人开，啊开起来一粒袂出红豆啊，就大粒，伫个草尾遮。他们在笑，伊用的材料佫加一个，这个黄麻。哦，黄麻，加这个黄麻。黄麻做伊的伊的这线。然后咧编的时阵。对，嘿，他们在笑，伊有用着黄麻，啊，大家笑无。哦，啊，佮第三种也无共是，他们在笑咧，一个是伊需要一个期待。好，一个机台，咱叫做笑龟，是，好，啊，搁一支笑口。这个笑龟笑口的发明是要要让这个超车咧一个时的速度会较紧，所以好阿妈讲，哦，伊后下尾啊，一工会当只一领，是，啊，某人较认真咧，一工只两领，嗯，所以这个速度个对以前来讲就是足紧的速度啊，啊，唔只这个超车会普遍，变咱每一个家庭拢有法度，哦，穿一领上尾当穿一领笑超车啊，大家笑伊的。技法伊个无笑龟这种物件，啊，不过伊就拢爱靠咧工艺师，吼，工艺师伊咧编，伊爱靠伊个设计，伊个创意，吼，不管伊要编草鞋啊，还是要编袋啊，要编帽啊，哦，啊，工艺师伊会去对伊咧编的作品内底，伊会当家己编花草落去，编鸟啊，甚至编一只龙啊，吼，啊，伊个花草个足多，啊，伊个，算讲伊个艺术品，伊个艺术性格较悬。我今嘛吼，想要开始来接这个草球的时阵，啊，头一项都爱去刮草、拔草，哦，啊，第过来嘞，过来，即个工具，即个即个其实头我是先丢刮起来，嘿，哦，爱破，爱破，爱提拍，哦，阿妈要破看麦，这是伤紧啦，不是，这叫你紧，而且这一根叫你摇啊，啊不是要它破，这阿妈来，阿妈你就搞我搞的，对中。夹手啊，这对中。好，夹手啊，提这个刀。啊，刀手，你看阿妈。这三角哦。嘿，来。三角，你这对，这个对中，对这个三角，这个。心哦，对这三角。哎。等下啦，要对刀才开始，是要对。夹住了。对夹哦。对中，对这中。哈，啊，你手安尼，提安尼，提安尼。手安尼。啊。提安尼，提安尼。提安。手底下夹安尼。好安尼。哦，对。好安尼。啊，好。哦，啊，就安尼破。啊！这样破一丝啊！哦，破一丝啊！安尼，好来了。这样破一丝啊！啊，掰开吼，安尼，啊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够堵嘞。哎呀，对中，啊，没堵到手哦。这样，安尼。哎呀，够堵了，对中啊，堵了。对中堵了啊！对中堵了，跟这个角，没堵了，跟这个角，这里有一个角，有这个角。哦，好来。啊，是啊，那安尼破，挂开。安尼，安尼哦，开始哦。啊，你行了哦。无话嘞，溜去哦。不要。两支，我一支都咧破袂过啊！你两支，我较早咧破拢嘛，两支有得四支哦。若要用钱的时候，爱紧啦，吼，安尼吼，啊，只要这个掰开，啊，有接起挂在手，吼，安尼，我这个嘛会溜起啊，我，你伤紧啊，伤紧啊，吼，安尼，啊，只这个安尼溜起，安尼掰开，所以就是一支草啊，啊，甲破做两边，嘿，哦，一支甲它破两边，嘿啊，看来皮破，哦，就是。我哋阿尊讲是拍好啊，再来破，是先按剪的时阵来破，啊破开了后，咱摕去拍，啊拍拍好是收起来，啊再拍三缸，像这，像这，哦，这边就是拍三缸了啊。裤卡黑拢算，黑拢算拍大，这嘛是，啊大家讲那个黄麻的部分，较早是规皮吼，啊就安尼掰，啊个丝安尼幼幼啊嘞，对。哦，这算贵，阿妈这么提，这算贵皮。这头啊吼，就用嘛规丛的，咱剪规丛啊。嘿，哦，按落去烤起来。嘿，啊烤起来则，我爱两个啦，你一个幼头，啊一个两枝啊。这个刀啊，我按你磨刀，烤一点吧。哎呀，搁烤这里。啊烤哦，啊烤哦，啊搁提一拍。所以这是按来烤。哎，对，按你换掉，啊你幼。哦，所以这是无钱，这边头扭，这边头扭，我来扭啊。大声来，这里，这头来先吐。哦，你这先吐到，连，啊这个这里啊你扭。阿妈要扭。阿你，嘿，对。哦，阿你个吸气啊。伊顶块的把骨，伊又抠起来。哦，抠起来。啊，从这吸。啊，这提拍。哦，啊提拍。拍几倍？哦，拍几倍？哦，他就会变啊，你扭。
拍半点，那个半工个打，然后就跑命。这个就是半工个打。这操球了，哎，这爱背。哦，背着安尼。哎，安尼背，安尼，嗯，哦，安尼背，安尼，哎，你要背，背死啊，安尼，嗯，还背死，嗯，安尼，讲到安尼硬掉，嗯，哦，要不安尼背，是，嗯，安尼背。哎，那背几背个差不多就安尼啊，安那好，安尼啦。所以啊，这个油麻好啊，就要背好啊。这个草也蛮好啊。油麻来个爱用一台那个胖墩车，搞胖这个胖子的，我叫做梗啊，胖这个梗啊，啊梗啊来就是家己做安尼。嗯，安尼撂个单尾去，架去那个树龟顶管，准备要去草车啦。哦，啊，讲到这个。你笑杯啊？笑杯啊！哎，这是咱接笑的时候。咱接草球啊，拢爱有两个人嘛吼。好，啊一个是换笑口，好，啊一个是爱吐笑草，吐笑草个也自己。嗯。啊，顶管甲咱头路啊，拍打迄个笑草吼。嗯。啊，今日只安尼也弄过，像咱咧捧一个山呢，迄个梭子安尼走来走去。啊，这种草球啊，伊个笑草无多，转弯无多凹跳伊，凹跳伊个字，所以爱靠自己看眼神的自己。把迄个草草安尼弄过迄个黄麻线的中迄个旁，嗯，来接个草车啊。是。啊，这个动作个爱，你看迄个迄领草车啊，六尺长的草车啊，哦，伊那总有几百条、上千条的，个爱安尼一直弄，一直弄。嗯。吐草草。丰收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也是在路侪，捌路亲，对咱台湾着会。1929年到1938年，应该是讲潭底笑上到皇宫的迄个十年。较早潭底就是咯，专接草笑的，一领2.5元，一日赚1.25元。这个叫做笑口啦，伊是接草笑的一个心脏。阮地方遐即马考完整的，阁有六支。台南人嫁查某囝，老一辈都一定会准备双查甫目镜，一双查某目镜。阮妈妈袂嫁来，正经伊是林宝来上班嘛。你若想伊薪水45元，一双目镜5元、10元，伊当买袂起。买袂起，所以他都是有身份地位在传。是，入厝的时阵啊，我有看过，就是讲，大家人手头顶话要摕一寡物件入去，去进厝内。地米油盐酒醋茶。这七项其实咱古早讲，这七项其实八卦。八卦，七项减一项啊，是你啦。之前的布袋戏啊，这家你生囝安胎这物件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再看家里意思是讲，卖好这个囡仔出事病断。那有俗语讲，啊你是家里翁啊，吼会听会听在叮当。啊，有影，阮母啊，以前拢安尼教我念。这个期待就是咧接面接这个草球啊，利用的。这个是叫做草龟。草龟。草龟哦，草龟，草龟，草球的时候，这个叫草龟，草龟啊，这款就是草球。你这草球咱做啊上快，咱做啊六尺宽，六尺，嘿，六尺宽就180公分，哦，吼，才宽，嘿，啊，所以迄支草球，迄支草球其实是好5.5尺，是，嘿，啊，咱的草龟，因从个古早的草龟，就比六尺佫较大台，啊，因为大台物件要搬。好，无方便，无方便啊！我有改良，改做即中型的，啊嘛改做有搁较细型的。啊，其实伊古早是就是规支的木啊，吼，会啥物去拉空，啊，就像咱国卡我提来看，即真重哦，即重，就是这支主要是当做，但是阿妈你是说你哦，那就都对，这个叫做笑口啦，笑口。啊，我嘛，甲生活就伊是即草起来一个心脏啊，好，足重要的一个。屁股个底啊，咱一领草鞋啊，伊有偌宽，吼，咱长度是拢通常拢固定好六尺，吼，啊，伊个宽度个有宽，还有五尺二个，吼，啊，上宽来讲，咱叫做14根，嗯，迄个根就是门窗根个根，吼，14根，吼，啊，14根个落来，吼，伊算六尺，啊，个落来，12根，9根，九根啊，8根啦，啊，通常有咧用个是几根，啊，通常是拢是。12根，
梗啊，撑羽毛伞，撑底下。啊，我看到啊，就是底中迄迄迄个物件。对对对对。啊，这迄支较短，啊嘛是用一块一块加伊组合起来，吼，迄支嘛是改良过，是，要适合迄个底带较细带。一般来鱼坑，啊鱼坑即马这边啊拢会在高，迄个是古早在敲竹的时，吼，敲竹啊用。这五花线个口个有这个勾出来哦，啊，之前你个从这看，一定还够有一个规条这个线，有一个顺呢，落一耳朵，落一耳，这个是咧等的时啊，好，咧等的时，等啊，咧小草本身嘛是嫩嫩熬，啊，等啊有一个喝出来，这茶做定的，所以这用啊应该做五年代的一个勾动啊。你即马要看到这么大地，迄个树啊，敢那较这么大领，较罕你看到。这个就无作用啊！啊，即马即个，所以这是波动。所以有一个阿妈教我即阵时阿妈伊个厝，因为迄个格瑞里风台的时啊，1963年风台啊，咱台湾北部规拢做大水，啊，因厝嘛是伊有水淹去，啊，淹去了，本来土种的迄个土壁。有一部分放去，放去了伊个顶起，顶起用砖仔起，啊砖仔迄个门框无插通好，啊个夹子，伊有两支切口，去顶两个门，哦，做咧门框顶管。阮地乡遐即马即种切口完整个，阁有6支啊。有6支？有6支。阿妈放咧门框顶管也无剩哦，恁2支无剩，完整个即马阁有6支。啊，即个物件。那教育历史吼，伊是爱讲对清朝去留落来。啊，不过伫日本时代，日本人来的是早期伊个做过统计，然后有资料出来，然后就讲，明治39年的时，伊个有记录讲，哦，他们这家吼，咧即草车做副业的这个家庭吼，迄阵啊有50-60户，吼，而且家庭咧做这个草车的副业，啊，到啊昭和4年的时啊，迄阵啊个增加到130户，我讲这个。即草车即个是伫咱潭底遮吼，慢慢增加起来。啊，昭和四年迄阵啊，种地瓜的收成，含种草草的收成吼，种草草的收成比种地瓜搁较好。啊，所以迄阵啊，政府个奖励农民吼，甲一寡种地瓜的所在专做种草草。哦，是。啊，即期间吼，奖励这个期间吼，10年来啊，咱草你即个户数对他讲一百。30户，增加到203户，个破200户。1929年到1938年，这十年啦，啊，这十年个应该是讲潭底笑上加风光的十年。是，我那你想讲话，其实对使用者来讲吼，啊，手工的甲机器自动化做出来物件，迄差别是伫个什么块的所在个咧？上大的差别，手工两代来咧真好操作来看。人咧做的是每一条草拢爱拍一个杆，啊，拍杆这个工课吼，机械伊是无多做，这个是上大个无同个所在。啊，你有拍杆，对真正草车来讲，伊个草袂落出来，较弱，吼，伊袂落出来。啊，那机械做个，伊有补救这个办法，伊个滚边啊，所以机械这个草车出来了，伊边爱滚边，啊，无伊个无拍杆，伊边爱落出来，所以爱滚边。啊，滚边嘛有一个。好看的这个部分，其实你若从手工的，伊是免滚边个，就咱会当看到这個，伊无滚边也嘛是足水的。所以咱即摆来看卖，这个草球是免哪挤出来？那是挤尾，即摆是挤尾，挤尾哦。即摆是尾，变安尼是挤尾。啊，达成鬼。啊，挤尾，即个在有通练。啊，阿成鬼阿做个地。阿来，系我等一下了。阿妈你等下，阿等一下了，阿来我爱练球。切尾爱拍杆哦，咱讲的手工的较无同的，就是遐拍杆。爱这尾爱甲拍一个，爱顶尾嘿。阿妈，你这个村过这边是头。啊，即摆就练这边。练这边，练这边。这边哦，顶尾爱拍杆。啊，就换练这边。哦，我知啊。爱拍杆，安尼。即摆就是尾溜过去，这头免拍。但是阿妈，你来知影讲什么是尾溜，什么是头，都是尾溜。看这变方向。看这方向。变个方向，你就等下要这个爱甜啊！哦，咱啊，那吐球草，伊那看到上尾啊支是草头，伊个提草头；，哎，那看到草尾，伊个提草尾。但是这等下，这个草，这是草头，草尾，啊，这草头。这就是草头，对，啊，这草尾。啊，你来分得出来，我来分不出来。哎，啊，这看无共色啊！我无共色，是看色哦。无啊，你就知影，这头啊尾溜较细啊，你就爱安尼。刚刚一条头一条尾，这个在平，
无你这头哦，转这龟头。刮较悬哦，诶，无变悬，系啦，对啦，悬加变。通常是甲放好变量吼，可以汗流，嘿，落来自然的这个烂吼，啊，佮加一点嘛。咱若当伤大烂吼，伊个臭车只会 QQ 啦，啊，还有变作袂变。譬臭车来讲，还伊无变，啊嘛是讲只伤高，啊只会 QQ 无变，啊若当伤轻，臭车会变作伤散，无好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咱爱赞。嘿，对，啊，咱个用伊个即个重量吼，佮加一点仔回落来，安尼即个重量。哦，我一定袂记。有啊，对啊，有当买。我初初咧，我是我个，啊，即马是要冰对一冰。对啊，阿妈足厉害，伊一年伊都等，哪里敢讲话，啊，哪里头尾伊拢分得清楚，足厉害。所以咱头仔看伊笑口，已经下底断啊一条沟吼。哦。你知影讲伊做偌济行过去啊？啊，迄个沟是安尼出现的。系啊，断啊下底有一条沟出来。好啊，这边啊，拢有烤到有迄个粉出来，就是安尼，伊咧变个时，迄个含落安尼，迄黄麻咧烤的，烤出来啊，嘿。啊，我已经接了好多个接管吼，这六七个球。那个超车个完成啊！是是。那讲到这个超球，我就想讲啊，大家的超球啊，即马怎样讲有谈得球？啊，老师你的研究甲了解吼，除了这两个所在较出名，啊，佮其他的所在嘛有咧做这超球啊。北投古地古早嘛是咧种球草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，啊，不过伊无咧做超球。高雄的米德，好米德有我海墘啊，好伊嘛是即抄起来诶一个足大重要诶所在，啊伊个草草无好种，种无侪，啊伊草草个家己隔壁迄个公山，好公山伊也个出真侪草草，台南北门诶王金河医师，好咱永春以早西南海岸吼，拢有流行一个乌卡病，是，好啊这乌卡病王金河医师伊个收治足侪这乌卡病的患者。奥花边那边画面落来吼，伊可能爱手术，把迄卡手术掉。啊，这个情形伊那边食头路够足困难的。是啊，王金梅医师伊个去出一个手工业的工厂，吼，啊，伊主要是做草草的这个手工业，比如讲伊制草球啊，啊做衣橱啊，啊做家具袋啊，拢用草草，啊，伊草草就是家己隔壁种的客家买草草。加伊做诶，草车啊，搁较特别，伊是用圆诶，圆令，咱即种三角形诶，好用圆令啊，圆令做诶，迄个草车啊，即个草车，吼，听人讲是拢小日本咧做榻榻米迄个桥面啊，是，因从台湾外头即几个所在，哦，含咱做草车有关诶。主持人会讲啊，平平在新北市树林区啊，山骹那无人。做草车啊，探底哪有人做草车？对，我就是想要问这个问题。因为探底，咱听伊个名吼，咱会当知影讲，伊古早吼，伊是有一个两三百家的探底比啦，好出大一个水库啦探底比。是。啊，所以因为这个环境吼，伊会当适合种草草。啊嘛，因为安尼吼，咱古早人较搞伊这个草车啊，这个工业家引入来。我头先讲介绍着高雄公山，吼，公山伊出。真诶，草草是吼，啊伊嘛，因为伊有一个叫做潭底羊，伊个羊个超过千家，诶，这个所在，啊，像阮即马即个地点拢已经少啊，讲种草车啊，种少甚至无啊，啊，这是拢古早有即个地理因素，所以会当有迄个条件来种草草，啊，发展出做草车即个工业。有影咧，真感谢阿嬷吼，来到咱的现场来教咱讲这个操场安怎做，阿嬷来分享着你一世人咧做的这个代志，阿嬷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唔通咧袂记得讲吼，其实咱台湾人有影是真有韧劲味，而且咱台湾的查某人吼有影是真艰苦，佮拍拼哩，真吼，有影是咧真拍拼努力吼，咧希望讲吼会当互生活过来较好，这拢是咱台湾历史的吼真重要的一个部分，阿嬷感谢阿嬷，甲咱的老师来到咱现场，感谢。